诸位同学，请接着看苦集圣地最后一个名号，或名流转。流转就是轮回，这是在极地里面所说的。既然事出是法，只要是有造作，就有果报，就有流转。啊，流是不住，像流水一样，它不停；转是转变，因果的转变。善因善果，恶因恶报。啊，要怎样才能够超越六道的生死轮回呢？啊，不能超越，你就不能不受。这是个大问题。世间，无论是古今中外，所有一切修行人，可以说总的目的无非是想解决这个问题。啊，像一般宗教信徒常常讲的，怎样呢能够得到永生。啊，得到永生的意思不再搞生死轮回。啊，这是觉知生死轮回苦啊，真正觉悟到苦啊，所以他才有这个念头，想超越，啊，不想再搞了。如果这个念头没有生起来，还在迷啊。啊，出家修行也没用啊！啊，总不能解决这个问题，所以首先要求真正觉悟，这个出离的心才能生得起来。啊，然后你的学习啊，与道就相应了。啊，这个道是觉，这个道是信呐。啊，与觉信或者是与信觉都行，它相应了，不迷了。那么在现象里头，我们又不能不知道。啊，只要有我这个念头，
有自私这个念头，这是迷而不觉。这个事情很不是一桩容易事情啊！所以般若经上常讲啊，无我、无人、无众生、无寿者。啊，无又不是空无，啊，而是什么呢？有无是一，不是二。啊，空有是一，不是二。这才真正了解事实真相啊，很不好懂。我们世间人，有就是有啊，无就是无啊，有跟无是对立的呀。啊，空跟色是相对的，那你永远不解如来真实意。你当然会把这个意思错会了凡是说有是从相上讲的，凡是讲无是从性上讲的啊，性啊，相有性无，事有理无，你真正通达了，有不碍不妨碍无，无也不妨碍有，离事无碍呀。说离事无碍呀，就是性相无碍。那真正妨碍是在哪里呢？在觉迷。迷了就有碍，觉了就没有碍，啊，就无碍。啊，然后给你讲真的，觉迷是一，不是二，这个不好懂了，越讲越迷惑了。你得要细心去体会，这都是真实啊，都是真正给你说出诸法实相啊！佛菩萨果地上的境界，我们看东西看得不清楚啊，老是偏在一面。凡夫执着有，二尘执着空，啊，都偏在一面。啊，凡夫知事不知理，知相不知性。所以，随着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，起心动念啊，违背了事实真相，也就是我们常讲违背了自然的法则啊，违背了自然的规律这就造罪业了，做错了，啊，想错了，
说错了，做错了，错了要负责任。错了不是没事，错了怎么样？果报现前。这一错，你看看，把一真法界变成十法界，变成六道，变成三途，变成地狱。这是什么？错误变现。怎么变？跟你说，都不是真的。我们从江本胜博士做这个水的实验，水结晶的实验。无论它的结晶是美是善还是丑，不善都不是水结晶的本来面目。水结晶的本来面目我们看不到啊！为什么我们看不到？因为我们有妄想分别执着，所以看不到它的本来面目。什么人能看它的本来面目呢？把妄想分别执着断掉了，你就看到它本来面目。本来面目是什么样子呢？我没看见过，我也不知道。那从我们想象当中啊，应当是佛经里面讲的，这是一真法界里头八功德水，应该是那个样子的。八不是数字啊！如来六举几样而已，就像我们此地讲四圣地品，每一地就十个名字。其实我们今天明了了。任何一法都具足一切法，无量无边功德了。为什么呢？称信。谁是法性啊？法性变得相分啊。法性里头圆满功德。哪一法里头不具足呢？法法具足。这是我们虽然没见到，因为大乘经毕竟熏习有一段长时间了，我们能够联想得到。所谓想当然耳，所以要紧的就是放下。
不放下，你就没有办法看破。啊，看破是了解诸法实相，明了事实真相，来看破。啊，为什么我们不能了解、不能看破呢？我们有障碍，这个障碍就是放不下。妄想无量无边，执着也是无量无边，分别亦是无量无边。啊，我们虽然是放下了，是放下少分呐。啊，大部分没放下了，没能彻底放下了。如来国地是彻底放下，所以这个放下了是慢慢来的，啊，一点一点的放下，啊，少分啊，真的放下了。如佛门呐，所谓是初性位的菩萨，再放下一些呢，二性位菩萨，啊，再放下一些呢，三性为菩萨，不断的放，啊，放到等觉菩萨，哎，还有少分，那一份身相无明没放下，这个彻底放下了，叫成佛了吗？如来果地呀，是全体放下了。你放下一分，你就看破一分；放下十分，你就看破十分。啊，四十一品无明，通通放下了，发现提相作用啊。你就全体看到了，就这么一回事。啊，然后你再看看这个世间还有不少迷惑颠倒的众生，在那个地方造轮回业，受轮回报，那就是此地讲的流转。你对于这一切众生啊，在六道轮回里面的现象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啊，你能看到他们过去，你也能看到他们未来。他们什么时候因缘成熟，什么时候应该得度，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啊，佛菩萨了，这才以善巧方便的帮助这些众生呐。佛事门中不舍一人。现在请看第三段，啊，苦灭身体，啊，诸佛子所言苦灭身体者，彼摄取世界中，或名不退转，或名立言说，或名无相状，或名可信落，或名坚固，或名上妙，或名立痴，或名灭尽，或名远无，或名处理。啊，到这里是一段。这一段是讲
世间的果，清净寂灭。禅宗里面讲的明心见性，净土里面所说的理业心不乱，啊，这是这教下讲的灭谛，啊，苦灭，啊，这个苦，是一切世间苦，通通灭了。一切世间苦啊，佛陀在此地也略举十个名词。第一个名词，不退转。啊，这是苦灭身体。这是无上道。究竟的大般涅槃啊，决定不退了。佛在经上啊，常常告诉我们，不退有三种。第一种是为不退。第二种是行不退，第三种是念不退。啊，为凡圣的地位，佛告诉我，小乘出苦，大乘圆教啊。初性为菩萨，他们决定不会再退到凡夫位，这叫位不退呀！啊，为什么呢？他们已经把三界88品见惑断尽，也就是说他们的知见证正知正见啊，见解没有错误了，虽然还没有能力超越六道轮回，但是他决定不堕三恶道，决定不会堕在阿修罗里头。啊，他在六道里面，人间天上，继续不断在学习。啊，一直到超越六道轮回。继续学习的啊，主要的科目是要断三界九地81品死火，那就是六道里面呢
错误的想法，错误的思想。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我们的见解思想不正啊，我们修行这个地位是很容易推转的。啊，那么想到这些地方，不知不觉毛骨悚然。啊，想象自己不行啊。我现在得的是人身，人退转了，那就是恶鬼地狱出生了。啊，往下退啊。啊，怎么知道呢？想想我现在的见解不正啊。88品，品是类呀，错误的见解88类。88类里面，啊，佛把它归纳为5个纲领。第一个是身见。不但我们执着这个身体是自己，天人也这样执着啊，色界天、无色界天也这么执着。无色界天没有身体了，我们常讲灵界，他执着那个灵，我们中国人讲灵魂。佛经里面的术语啊，叫神识。他执着那个是自己，这属于身见的。堕落的畜生，他执着那个身是自己，变成恶鬼，恶鬼也有个身，堕在地狱，地狱还有个身，总是把这个身执着成自己，这叫身见。所以身见，5种见总共有88品。这一关不能突破，那还谈什么呢？啊，位不退也谈不到啊！啊，何况还有边界，见取见、戒取见、邪见，5大类也，总共88品。说老实话，我们一品都不能断，这还有指望吗？在末法时期，无论修学哪个法门，有几个人有能力断这个烦恼？3界88品皆惑，谁有能力断这个烦恼？这个东西断尽了，在小乘证初果，
在大乘圆教啊，初信位的菩萨，啊，位不退啊。位虽然不退，行还有退转，念还有退转。啊，真正到大乘菩萨位了，能够舍己为人，六波罗蜜坚固了，啊，不会再退转到小乘。小乘人自利，菩萨利他了，啊，利他很辛苦啊，啊，小乘人受不了辛苦，不干了，利他的事情不做。太辛苦了，你想帮他忙他不听话，你好意对他，他恶意回报你，受不了啊，不干了，退到小乘位了，行退了啊。所以大乘菩萨长时间受般若的熏习，能够达到啊行不退啊，虽然是行不退，但是念还不行啊，念还退啊。这个念是什么呢？一个念头向无上佛道，菩萨有时候这个念头中断了，因此修行的时间要那么长啊，那就是什么呢？进得少退得多他住在菩萨地啊，常常疏忽，这个菩萨地怎么样向上提升呢？这个他疏忽了，啊，到什么时候得念不退呢？破一品无明，正一分法身，啊，《华严经》上讲的圆教初住菩萨，《大乘经》上常讲的别教初地菩萨，啊，别教初地跟圆教初住这个断烦恼是平等的啊，都是破一品无明，正一分法身，智慧不一样啊，智慧圆教比别教高啊，善根圆教比别教啊要厚啊，那么这是念不退了，这是讲三种不退啊，啊，通通得到了啊。十住菩萨得到的浅呢，不深呢，啊，到什么时候？净土经上所讲的圆正三不退，圆是圆满，
圆满证得三不退。世尊常常给我们讲啊，阿惟越智菩萨，弥陀经上说的阿毗跋致菩萨啊，这是梵一个梵语的名词，两种不同的译法，意思完全相同。圆证三不退，古大德在注解里面告诉我们，阿惟越智是七地以上。换一句话说，至少是七地菩萨。那七地以上呢？那八地菩萨了。啊，所以至少是七地菩萨，这地位高了。啊，41个阶位，七地是第几个阶位？摄住、摄行、摄回向，30个阶位。上去初地、二地到七地，37个阶位，好像念书一样啊！念到37年级，才是圆证三不退呀、啊。这个地方讲的不退转。那么这个说法一般的讲法，此地是大乘，灭地是果报。大乘出世间的果报是究竟圆满的佛果啊，华严经上讲的妙觉位呀、不是我们一般讲的七地以上，真的是讲的妙觉。我们今天看到了，非常羡慕，非常向往。我们连个位不退都做不到，但是希望呢，我们的道心啊能够保持，不要退转，不要产生变化怎么办？古大德教导我们只有一个方法，大乘教里的佛常讲啊，这个方法是不离善知识，你才能保持啊。一立善知识啊，立善知识啊，你无量劫来冤亲债主很多啊，他会来障碍你。这些人说，这些人是恶知识啊，这些人是邪思啊，你肯定受他的影响。你听他的，你相信他的，啊，那你就路子走错了。麻烦就来了。所以今天正如同李老师往年给我说的，学生找老师不容易。到哪里去找？真正遇到个善知识，是前世有缘，可遇不可求。
而老师想找一个好学生，来传他的法，比学生找老师是更难。这个事情是过去生中的缘分啊，到哪里去找啊？这是真话。啊，几个人有这样殊胜的缘分呢？那我们要想成就，不就太渺茫了吗？这是真的，一点都不假。啊，但是还有一个方法，啊，这是你真正想学，而在这一生找不到善知识，遇不到，没这个缘，啊，怎么办呢？找古人。做古人的私塾弟子，你要把古人当作活人，你才能成就。啊，古人用这种方法，头一个是孟子，这在中国历史上，他是第一个。啊，他以什么人做老师呢？他以孔子。但是孔子那个时候已经过世了。孔子的著作在呀，他天天念孔子的书，一生不离开，行孔子的教诲啊。孔老夫子怎么说他就怎么做啊，遇到这个书里面有很深的意思他不能理解，他就拿这个书去问孔子的学生，向他们请教一生，跟一个老师啊，听一个人的教诲啊，他成功了。在中国历史上，被后人尊称为亚圣。啊，孔老夫子被人尊称为至圣，这亚圣仅次于孔子。在历史上，没有人能跟他相比啊。一直到今天，我们提到儒家，自自然然你就想到孔孟。这是私塾学习成功的好榜样。我们如果真正想学的时候，学孟子，啊，学他这个方法。那么在中国历史上，有显著成就的人物很多啊。像汉朝的大儒司马迁啊，司马迁老师谁呢？左丘明。左丘明跟孔子同一个时代，那怎么会变成他的老师呢？实在讲呢，司马迁学孟子
以古人为师。啊，左丘明有一部著作《春秋左传》，司马迁一生就是专攻《春秋左传》。他学成功了，啊，《春秋左传》的文章好啊，司马迁成为大文豪啊，啊，他的著作《史记》啊，汉朝这个唐朝的韩愈啊，在文学史上。后人赞叹文起八代之帅呀、啊！唐宋八大家第一个人，他老师是谁呢？他老师司马迁，司马迁汉朝人，这我们晓得。他是私塾弟子，他一生专攻《史记》，啊，他的文章是从《史记》里头学来的。这是古时候有名，以古人做老师而成就的，啊，在我们佛门里头。也有个很殊胜的例子，藕益大师，净土宗的，啊，他的老师是谁呢？莲池。藕益大师归心净土之后啊，莲池大师已经往生了。他依靠什么？依靠莲池大师的著作，啊，这个我们图书馆有啊，《莲池大师全集》，你看精装这么厚，有四册，啊，藕益大师专攻啊，他成就了。莲池大师尽忠祖师，藕益也是。做学问，修道要紧是跟一个老师学一家之言。为什么说跟一个老师会成就呢？跟一个老师，你的心是定的，你所学的东西专啊，你只有一个方向，只有一个目标，勇猛精进，哪有不成就的道理呢？啊，我们净土宗这个《弥陀经》里面，佛告诉我们：一心不乱啊，心不颠倒啊，那你就成功。你跟两个人学，你的心是乱的，啊，你跟一个人学，你的心是定的，啊，古时候儒释道三家传法理念方式都相同，那就是一门深入啊，长时熏修啊。
啊，我亲近李老师，啊，在亲近他之前，我接受两个老师教诲过，方东美先生、张家老师。啊，李老师告诉我的时候，他们所教的要作废。啊，李老师说我不承认，你要跟我学从头来起，有道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教之道贵以专呢？啊，教要专呢，学更要专呐，专才精啊，专才能其儒啊。啊，那你要是做不到，同时亲近两个、三个老师，这个真正善知识不教你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不能成就。这肯定。你不能成就，啊，你的成就可以成就世界法，啊，道业不能成就。这个道业是讲开悟啊，你开不了悟啊，啊，是讲得三昧呀，你决定得不了三昧呀，三昧是定啊。你得不到定啊，你开不了悟啊，啊，那你要多学一点佛学常识、皮毛这些东西，这个没问题，啊，这个没有障碍，啊，你读多少书，亲近多少善知识，不妨碍，啊，但是你要想得定，要想开慧，那不行。啊，想得定、想开会的时候，只有一个老师。啊，两个老师是决定不行啊。啊，我学佛的时候，诸位同学要知道啊，张家大师圆寂之后，我才跟李老师啊。张家大师如果是长寿，我肯定是跟他到底。啊，但是跟他的时候呢，大概不会走到净土宗。啊，可能学密去了，非常非常可能。啊，这他走了之后，我没有依靠了。啊，想想看，啊，没有高人指点，没有法子成就。啊，当时有许多善友。年岁都很大，都是六七十岁，我那个时候才二十几岁。啊，这些老人给我介绍李炳南居士。啊，我在他麾下的时候，接受他这个条件，啊，跟定一个人。一生不能改变了，啊，大乘无量寿经是他传授给我的，我说了，天下人反对这部经，我不能反对，我要反对，那我是背思叛道，啊，那真的一切就完了。
天下人反对，我有信心，依照这个经典修学，我肯定有成就。这是我们在现前这个环境里头怎样能够保持住不退转。自己要知道啊，自己要明了，要坚持，决定不受外面境界的动摇啊，那我们的定功与日俱增，智慧与日增长，别人不知道，自己清楚啊。现在时间到了。